好，我开始录了。谢谢浩源送你的这个礼物，然后我现在来把它拆开来。他说跟照片有点关系，我们猜是相框的，他说有沾到一点点边。浩伟自己亲自帮我录的，对，看得出来有点踢踢卡卡。我翻过来哦，好，刻字化的，太神了，我有惊讶。有没有？有没有中？刻字化的，有。就我们的上面的照片，天啊，这怎么可能舍得吃啊？哎，我有惊讶到，我最有惊讶到，哈哈，都吃了吗？吃的啊，那是马卡龙哎。炒饼，快点嘛！不要这么大，阿爸，你吃你，我吃我，转边就好。你吃你，我吃。一样都很奇怪，阿爸，我要把你吃掉。浩明蹲下来啦，蹲下来啦！哎呀，瀑布在哪里？哇！哇！哇！过百万！哎呦！OK， 好，拉。